粉丝们说，报纸新闻啊，我们看到很多新闻有财经报道啊，电视都一样。那请问要如何来研判股票的多空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就是我每天要面对看一个新闻的，哎，这到底怎么研判啊？研判的方法很简单啊，就是看这个，看股票的架构啊，多空、强弱、支撑、压力啊。那如果这两股票多强支撑很好，很强啊，这个啊朋友很多，那当然就可以做多。那这股票是空头、弱势、压力很大、敌人很多，那就不能做多啊，甚至要反手放空，懂意思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个一些报纸来做说明，好不好？金策二月份年增 88.8%， 哦哟，吓死人了，怎么增加这么多啊？那这个股票应该对不对？啊，涨半天了嘛。那请问股票有涨吗？来，你告诉我有没有涨？投资朋友，请问这样有没有涨？应不应该涨？应该啊，应该啊，这很棒啊。为什么股票不涨？他们公司派他们的股东啊，都睡着了吗？都变笨了吗？你公司这么赚钱，为什么不敢买？他还不知道公司这资料吗？这么赚钱吗？啊，为什么不敢买？他不敢买，可以叫亲戚朋友，对，国中同学、国小老师来买啊。为什么没人要买？跌成这个样子，你告诉我，基本面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跌成这样？所以有没有问题？投资朋友一定有问题嘛？来，哎呦，原来股价最高点在这里哦，有没有1000多？来，再看一次哈、哦，1145，原来最高点，对不起。这个是空头、哦，你有看到股价创新高啊？指标转空了吗？全世界只有一个啊，就是张一鸣的股神系统，股价最高点，对不起，转空了，有没有？有哈、哦，你看这里是最高点1145，来看什么格局？哎呦，空头反弹而已，趋势线早就转空了，所以你根本就不能去追。那、啊、这里三线跌破，看懂吗？所以你去买这种股票很简单，就套牢了。所以不管它利多如何发都没有用啊。空头格局发的利多，就像一颗石头丢到海里面，扑通啊就没有了。我再讲一遍，空头格局发布利多，就像一颗石头丢到海里，扑通没有了，没啊，同意思吗？所以你看新闻利多，你不要以为一定是正面的啊，看到利多就可以追，你这样想你就错了，懂吗？那为什么这么好？公司派主力做手大股东，对不对？他的姑妈阿姨、小学老师、国小同学都不买。很简单嘛，一定有问题嘛，但是你看不出来的，懂意思吗？哦，早就转空了。张爱敏，你为什么有那么多时间？盘中大家都很忙，压力都很大，晚上甚至睡不着，一直在看美股。昨天看美股，人吓得半死啊，785点。张爱敏，你怎么那么闲？啊，盘中都在泡茶，你这样对得起会员吗？当然对得起会员了、啊。会员要的不是我盘中每天盯着盘，然后我做错了，不是吗？多少人每天盯着盘，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了，但做了乱七八糟，请问这样有帮助吗？张爱民每天泡茶，会员赚钱了，张老师太感谢你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盘中的泡茶，有人来跟我退费吗？张爱民，你他妈鬼扯，你都不认真操盘，你让我赔一屁股，我给你退费？没有啊，为什么？啊，每个赚钱那么高兴开心，需要每天这么泡茶吗？需要每天这么看盘吗？要不要每天泡茶？要，当然要。你看股票，你很难判断，看了3天3夜看不出来。张爱民一眼就好了，所以你可能花3天，啊，我1秒钟就好了。来，我这是空头格局啊，我不用再去拜访公司啊，我不用看财报啊。所以你会要很长先做股票，我不用，我很轻松自在，而且我一定要顺着趋势做。多头市场不做空，现在是空头市场，我就不做多，做很轻松很愉快，就这样。